那你现在知道补泻啦。大肠经的经络呢，是从阳手三阳都是从四肢末梢往身上走，所以二肩三阳二间、三间、合谷，气血是这样走。你如果顺着气血下针，是不是就叫做补？同样的穴道逆着气血下针，是不是叫做泻？好，那孕妇的话，可泻不可补。好，下合谷针，不要往这边下，往这边下。 那如果是我手臂痛，我这个肩膀抬不起来，痛又有吧，酸又有，好，你一个合谷穴是原穴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补血同坐，你先治疗他痛，他痛在这边，好，的针针扎到合谷穴，哈，先扎到合谷，先引到气，引到气后把针提起来，提到皮肤旁边很很浅层，哈、哦，不要提，这样还不行，能提到很浅层，你感觉针可以动了，然后对着顺着大大肠经的经络，你也不要太斜。 这不是整人嘛，很痛，对吧？那稍微加一点点钱进去，代表它它是逆的，逆的大肠经的精气下针，这就是泻啊痛啊，现在痛没了，还有酸。OK，好，针在提起来没有？同样针在提起来，然后转回来对着它的，顺着它下针酸就去疗，这叫做虚实都可以治疗。好，按、啊、这个穴道，我我刚,刚一再跟你讲，有个合谷脉动啊，我们中医呢在接生小孩的时候，怀胎十月。 要生了，对不对？那个产产那个那个产妇的进去摸那个太太，中医啊，看看他那个那个门开了没有哈？急子急子，中医不是这样子。中医进去摸那个太太，孕妇的临产的时候，她肚子开始阵痛，我们手这样抓脉的，这样抓脉。如果这个合谷这边有个脉，一路跳跳跳跳跳跳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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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到这边来。 合谷脉一直穿到直掌骨，哎、哦、呀，生了要生了，要了开始。如果病人开始阵痛，你一摸这个脉没有动，没有没有往上浮起来突到这边来，还没有，那个是假性的阵，那个那个阵痛，好，马上可以知道，好这是合谷，因为合谷是气脉之所在，直接通到子宫，好，我们马上就可以诊断出来。跟着大肠经走的地方，如果大肠经你这样这样子看是大肠经，如果放正面呢？ 啊，食、哦、指，这、就是左食指，这个侧边呢就是大肠经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、哦，我们用在小儿科儿科的时候，我们这叫做风关、气关、命关，好、哦。 小孩子，我们看小孩子。后来我们指头小，那个小手那个指头搬开来一看，这个如果说他的这个这边有条黑的青筋，那个风关这边，病在浅，表很好治。啊，到了气关的时候，病就比较重了、哦，比较深了。到了命关的话，这小孩子无治的，要准备走人了。啊，就很危险。 那你们就是医书上这样讲，你不能说一看到老师他已经到了命关煞了，走了，他就死掉了，你就丢了。你你首要想办法再检查，看看有没有补救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能放弃掉哈。我们我们当医生，不到最后一最后一个关头，不不绝不轻言放弃的。啊啊，不要说哎，这个这个医书上说没治的不治，好，我们方法很多，我教你很多方法，我们很多的方法都可以找出来。啊，就好像一开始那个球。 我们要知道那个病灶有没有非常多的切入的角度，那我们找最短的角度切进去，那就是高手啦。好、哦，所以有人治病同样治病，可能治治肝病治了八个月才好，可能我们治了就六个月或者是半年或者是四个月四个礼拜。哦，同样的是把病治好，那我们切入的角度是捷径很快。好、哦，那病人省掉很多病痛啊，家人呢也省掉很多这个带这个陪病人的辛劳啊。 有一家里面有个病痛的话，全家都受累，很很麻烦的。好，这是我们看那个青筋的，好，这个辩证小儿科辩证会看到这边。好，再来呢，阳溪，阳溪穴很好找。你看我手这样一握起来，你看这边有凹洞了没有？这样一拉，一张张样一张开来，手一用力一拉撑开来，这边有个两个筋的凹洞。 这个凹洞穴叫做阳溪穴，啊，阳溪穴。那阳溪穴呢是经穴，刚,刚这个是它的经穴哈、啊，阳明胃经的经穴，它是属火，啊，经穴属火。哦、啊，那像里面的内症呢，像比如说那个里面的治症，什么木风刺烂啊，哦、啊。 这个寒热疟疾啊，往来寒热、啊，我们这个这你都可以看看。我们真真正在治这些症的时候，哈，其实这些穴道非常少用，我们有非常好的使用的穴道。那些穴道用完了，你已经好了，你为什么去好继续去？针灸最不好练的就是它的穴道前后的穴道很接近的时候，那是治的症几乎不同。那你到底要选哪个取舍？你不会取，其实你没关系。其实对我们来说，真正在事后，真正在临床的时候。 那些穴道几乎没有用过，像阳溪穴几乎很少用，除非对方有对称的痛点。以后我会讲到对称治疗法，我才会用。否则，真的我们要用什么网呢？还是怎么用的阳溪？我们穴道太多可以用了，啊，不需要用这个，用到这个阳溪。那很多穴道都是一样，用的用途不多，因为我们有很多大穴。啊，哦，对不起，这里要补充一点，我们身上有呢，有四关很重要，有四个关。 好，四个关。那合谷呢，就是两个关，两个合谷。脚上呢还有两个穴道叫做太冲，合谷、双合谷。你下针两个合谷穴，下两个太冲。太冲就是脚的合谷，脚的合谷你两个脚的大拇指和二指的中间的地方，脚合谷。好，这叫做开四关，开四关穴，四个关头。那开四关的目的是什么？有个病人来找你，你跟他说：“你有哪里痛啊？” 我到处都痛，你想扁他对不对？这叫、个、是砸这个踢场子，你看故意跟我来捣蛋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十二经络，这个你不讲哪条经络，我怎么？我们有很多穴道可以找，居然说到处都痛，那我怎么下针呢？对不对？任脉、督脉通通下，每经、每经的这子子穴、母穴通通下，呃，不用，合谷、太冲，你一下去，病经就出来了，通都没了。哎呦，现在我知道了，我是肩膀后面。 啊、哦，这开，这是开四关，啊，开四关。<coughs> 那我们合谷呢，还可以做诊断用，因为合谷是气，气脉非常大，合谷气非常旺，所以合谷穴越大越高的人气越足。病人久病的人到后来合谷肉都美的越来越扁掉，啊，凹进去。了。你看那个中风的人坐在病人椅子，那个合谷变成这样子。 根本只是两个骨头，看到肉都没了，气就没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合谷很重要，啊，合谷可以看到气的好心衰。再来呢，偏历穴。好，这个偏历穴呢是手阳明的络穴。好，诸位刚刚读过哦，肺经的络穴是列缺。好，列缺是这样找。 偏历穴呢是大肠经的络穴，那这边一个络穴，这边一个络穴，换句话说这两个是通的，这是反关脉的地方。好、哦，这是大肠经的络穴。好、哦，那由于有络穴存在，所以阴阳是互相协调、互相制衡、互相平衡的。好、哦、互相平衡的，这、就是正常人才会平衡。好、哦、那不正常人不平衡，我们想办法让它平衡就是、正常好。哦 呀，那个偏历穴呢？好，里面的自症很多，什么肩痛啊，什么哈，往来寒热、喉痛啊，好，你看后最后面呢，这个这个，如果大肠经的遇到实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偏历穴，就是病人有牙齿痛或者是耳朵有耳鸣的现象哈。虚则止寒，大肠经的虚症的时候，牙齿怕冰冷、怕风吹啊，怕怕寒冷。 啊，我们用补之，所以络穴和原穴，我们可以在这个穴道上面做补泻，好，都可以。好，一个穴道就可以做，就可以做补泻。再过来呢，就是所谓的温溜穴。好，温溜穴，温溜穴呢，从偏历，你最好找的方式就是偏历这个穴道上两寸，大肠经道。诸位看哈，这里闻这个手肘这个骨头这边，这个上面叫做阳，下面叫做阴。 所以肺经一定在这个骨头的阴侧，这个骨头的外面是在阳侧，叫做大肠经。哦，这个一阴一阳。那从偏历穴上两寸呢，就是温流穴。那我们只要大肠经的穴道，这个角度，这个这个直接下去，或者降下去都没有关系。一般来说，我们都下的顺着这个骨头往里面骨缝那样下针，顺着骨缝量，这个角度降向降着下针。好，偏温流穴。温流穴呢是大肠经的溪穴。 大肠经的吸血，大肠经的这个炎症，我们都可以用它，啊，都可以用它。那我们讲下联、上联三里，好，还有手三里，还有曲池呢。我们从曲池往回头找最好。曲池是我们人这身上一个大穴哈，注意看，当你把手肘弯起来的时候，曲池一定是拱手，手拱起来去，好。 在这个拱手起来以后，这个纹头跟这个肘轴的中间，这个这个肘骨和这纹头的中间，你不能下靠太靠近这个肘肘骨，太靠这是肘骨很痛。不是曲池这个大穴，大概在肌肉和骨头的中间，这样下针下进去，一定是拱的手取然、哦、直针进去。曲池的针是直的，好、哦，直的下进去。那曲池就是大肠经的合穴，合穴。那曲池血性是土，那按照。 阴阳五行来说，大肠经呢是属于金经,经，金金本身这条经络的属性，五行里面是属于金，那土生金，所以合穴是土穴，土生金，所以就变成曲池呢，啊，这个穴道呢就是大肠经的母穴，对不对？母穴，啊，大肠经的虚症呢？ 哦，补之虚症，啊、哦，就可以补它。什么叫大肠经的虚症？哦，我这肩膀这抬不起来，痛多久了？五五六个月，半年了，三四个月了。虚症，我们在对侧那个曲池下针。好、哦，曲池的穴道呢，本身就是母穴，就有补的效果。好、哦，那在这里呢，我再介绍一个连转法。 好，我们有补泻，啊，这个插体，啊，还有方向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在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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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角度，那你做做左右那个顺顺啊、逆啊，很痛啊，你跟这个对不对？要整人嘛，哦，整人。那我们就这个时候转角的地方呢，我们就旋转、连转。好，连转的时候怎么看哈、啊？你看我这边，这个针进去以后，你不要记，用心想的，心里想的。 这个气刚刚是不是这样上来的？我不是那个上阳二间三间合五阳溪偏离温流，下天三里走三里好曲池走料五里。那曲池在这边，这个我们刚刚练，我刚刚练这个穴道就是气血的走向，好，是不是这样走的？好，那你真下进去以后，哦，酸，气到了，气到了以后开始做补泻，当然你可以稍微提一点就是补了，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偷懒都会补一条。那我们可以用连转法。 好，连这样法的方向呢是这样子哈，过去，很快速的过去，慢慢慢慢慢慢慢的过来，很快速的过去，慢慢慢慢的回来，很快速的去，慢慢慢慢慢的回来，你不要一直一直一直过去，好，一直过去也不好，那那你过去以后忘掉怎么回来？好了，就是卡在里面了。好老师，真卡在里面怎么办？啊？ 那我来很快，我也可以，还是可以取出来。你在上下一寸的地方各下一针，因为你下针的时候，病人会专心到这边去，这个就是肌肉都松掉，拔出来。你如果硬扯也会出来，一出来针变得很粗啊。哦，那个那个肌肉都给你缠了拔出来。你如果帮你岳母这样扎针，我保证你啊，你你惨了，你好好，你就你好看的哈。尤其帮岳母下针要特别小心。好、哦，哦，这就是我们下针的手法，这就是连转法，我们叫连转法。 延长，这边是这样，这边呢，你针下进去,去以后呢，气血是不是这样上来的，对不对？你针下进去以后，过去，慢慢慢慢的回来，转过去，慢慢的回来，这就是补。所以说，如果病人在我对面，我同时下取池的时候，我的补的方向是，很快速的过去，慢慢回来。好，那我们既然要补。 补呢是采阳数，好、哦；谢呢是采阴数，好、哦。所以我们常常用的是，比如说五下，好、哦；谢了六下，好、哦、六下，好、哦六,哦、六下。那比如说什么叫？ 哦，病人面对病人是面对着我取值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，拉一点。哦，你知道我拉一点的意思吗？哈、哦，这是补。泻的话，我们砸砸了二尖上面对不对？二尖同样是面病人面对着我，这手的二尖跟这手的二尖，泻的话反方向。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 六六完了，推一点进去，好、哦，这就是补泻。那连转法一般用在不方便使用饮水，我们叫饮水有没有？好、哦，叫饮。好、哦、水饮水就饮就是顺着顺着它，就是饮，就逆着它，气血降下来逆着它咋针叫做饮嘛，水就顺着它，我们叫做饮水补泻。啊、哦，饮水我刚刚已经介绍过了。 哎，特别名称我们叫做迎水。所以你看针灸大神看到有迎水的时候就知道，迎就是气血降来，我对着它下针就是泻；水就是顺着它下针就是补。啊，迎水法。那迎水法要用在可以迎水的地方。那二尖的话，你迎水都很痛，对不对？曲池迎水也很痛，你就用连转法跟擦提法这样就可以了。好。 那曲池穴呢，是大肠经的母穴以外，这个曲池穴是上半身，肚脐以上的消炎穴，啊、哦，肚脐以上的消炎穴。所以，我们皮肤痒，大肠与肺表里，那我们可以下曲池。合谷一是气血，皮肤管气，所以上半身最好治疗皮肤痒的大穴就是。 合谷和,和曲池同时下针，啊，因为曲池有消炎的作用，啊，我们有身上有五个穴道，这五个穴道配在一起，什么皮肤痒，当场病人躺在床上哈，病床上你针下去那那一阵子就二十分钟，病人完全不痒，就在下针的同时痒就去掉了，啊，你没有痒痒哦，昨吃吃这个也痒，吃那个也痒，你没有痒过哈，你不知道什么叫痒。 痒起来受不了，对不对？你就躺上去，真一下下来不就抓了？不想去抓了，啊、哦，很快止痒效果非常快。但是上半身与曲池跟合谷两个是最有名的止痒皮肤止痒穴，啊、哦，止痒穴道，好。